难免都会有吧。有时候在家里还要忙工作的事情啊，他就一直辱我，我就会变得相当不耐烦。有的时候为了要陪他，为什么肚子痛啊，踢到脚什么的，其实并没有啊。我就说爸爸在忙没看到吗？不能等我忙完吗？爸爸不是告诉你小朋友不可以说谎啊？大概就是这样的。宝贝，对不起啊。好啦好啦，爸爸以后不会对你这么凶了啦。爸爸，我怎么没事啦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停电了？手电筒拿过来。爸爸，好可怕哦。不要怕，没事。来，手电筒。哎呀，谢谢啊。就跟你说，没什么好怕的呢。小心撞鬼哦，有些话别乱说哦。